你怎么会这样蹲？应该是按脚吧。对，要这样蹲。是一定要这样蹲哦。对。没有要蹲的，还有你要蹲，你的蹲这样开。对，要这样子。女生没关系的，女生这样就可以了。可以再开一点嘛 ，M 腿嘛。对啊。对。OK， 果冻准备接第一球了。果冻，你会做那个鼓手的暗号吗？随便打都会啊。好，第一球。加油！没关系。哎呀，攻倒，这样，你没有接到球，你知不知道你失误在哪里？嗯，就是你没有准确性看到球进的，你只想用手抓。但是王家的投的真的小，看头不好，直接进。怪你投不好，你要加油。哦，你尿不准的，怪马桶歪的，对不对？你要加油，压力好大哦！不要有压力，放松放松。第二球，他太松了，他太松了，谁说？等一下，我上去这样就要保送了，是不是？假装上去保送，你帮我加紧一点，加紧一点。你真的会生气耶！对，那种就是看到已经接着球走，你已经进来了又滑掉那种感觉，真的，反正球滑掉了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。OK， 果冻的两球都没有接到，你在演什么？很痛。第一层，第二层，对，痛吗？第三层，怎么样？点头吗？快哭了，快哭了，看不出来。真的，你前面演太多，我们都不知道你是真实的。哭不出了，等一下。他鼻孔瞬间撑大，哎，不可以放屁哦，不会，那个地方踩下去就很容易放屁哦，真的。OK， 准备好了第一球，好，加油，可以用完这球哦，加油 ，Yes， 哦，小甜，真的会有点痛，是不是？小甜。那你刚刚那一球真的很漂亮。好了，这么帅。第四球呢？一六。继续踩。OK， 来加油第五球。比我先。三分。新的，刚刚跟你讲的比较软一点，可能会弹跳出来，你还是不相信那只手？好，没关系，看两人的分数多少。来，小可惜了，佑辰这一局只有得到四分。好，现在得到四分，那接下来是一堂。好，一堂来请就位。那先就位的是小文队。好，你先。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收关注对告。不急呀，小文。快点，到凶一点。活动来，看得出来他们有火药味。第三层，很痛。第四层，快点。为什么？我不管。你姐姐说的，二婆婆说的。学姐说的。等一下就开始了。好痛，多好多好。要跟小文来。怎么这样子？啊，这里啊，这里有脏东西啊！他哭了啦！痛吗，小文？我在头痛。暗号。这里有。OK， 第一球。加油！加油！另外一只手扶。Yes。生命在打棒球，他是用胸部在接球。对啊，这就表示他认真努力的地方。他真的有勇于接球啊！哇，不落地都是。哇，你的胸部夹得到球哎！起来，站起来！哇，已经打到有点不近。不要再欺负人家长辈了。好，继续第二球。
OK， 加油，第二球，来。啊！耶！我觉得两个有问题。我觉得你们两个有问题哦。有问题哦。太屌了。说，王嘉诚丢了真的很好，果冻光是自己接不到的，使命的小文都要把它接住，就是让果冻难看。OK， 小文不错，表现得很好。对，换一场，立场。